哎，老公，怎么不走了？那边有个三轮好像上不来了，咱们去帮帮他吧。老公，你真是热心肠，那咱们去帮帮他吧。行。小姑娘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还翻沟里了？这车。大哥，你也知道咱们这村里的路啊不好走，刚才我给一大爷让道，然后我的车不小心就翻沟里了。小姑娘，要不我帮你推一下吧。大哥，我看你穿得这么正式，你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吧，别再把你衣服给弄脏了。我今天啊刚好有个合作要谈。没事，这衣服脏了呀，擦擦就行了。这怎么好意思呢？没事妹子，咱们三个加把劲儿，一下就推出来了。这艰难追索，从黑夜到黎明，不管有多难，挫折只会让我变得更加坚强。从黎明到白昼，未来就在前方，跟着那一道光，一起实现梦想。真的是太感谢你们了，你看你们帮我推个车，弄得身上都是土。没事儿，这衣服脏了呀，我们洗洗就行了。你们呀帮了我这么大一个忙，你等一下我送你们一个礼物。哎，大妹子不用这么麻烦。这个袋子呀对我来说有特殊的意义，我就把它送给你们了。没事，你就拿着吧。哎妹子，你这。大哥，咱们有缘再见。老公，他送咱们这是什么呀？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吗？老婆，这 Step out the door。 老公，这次合作也不知道能不能谈成。走吧。你好，您就是老板吧？跟我竞争合作的原来就是你们两个呀，穿得脏兮兮的，不知道的人以为你们刚从农村过来的。跟这公司谈合作讲究的是实力，知道吗？开的车都是千百万级别的，你说你们刚从农村出来的没那实力就赶紧回去吧，别搁这嘎丢人现眼了。你是厉总还是我是厉总？厉总坐。厉总，我在这里恭候多时了，您看一下。我看咱们的合作没必要谈了，请回。不是厉总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在这里等这么长时间，我的产品你连看都不看啊？都是来谈合作的，凭什么你高高在上？在人之上视他人为人，在人之下视自己为人。出去！没想到你就是厉总啊！今天多亏了你们，原来你们也是来谈合作的。介绍一下你们的产品吧。合作愉快。此时已莺飞草长，爱的人正在路上，不知他风雨兼程途经日。